终于赶上今年免费的车厘子管饱了，憋了好几个月了，总算是可以出来玩了。猪圈的猪冲出围栏了，丰收季遇到了雨水多，不少果子都淋坏了，这家也准备干两天就不干了，明摆着今天不吃啊，剩下的也没人来摘了。我明明摘的也挺努力的，原主却嫌我效率太低，看着干着急，一个劲的喊我多吃多尝试，又是指导我怎么挑选，又是要帮我搬爬梯，怎么着免费吃还得考核业绩啊。我这程序员小伙伴还以为是来加班的，又是吃又是打包的，比谁都努力。对啊，这个太好吃了，真的。想吃的小伙伴们也有的解馋了，现在拼多多年底回馈用户水果天天秒杀，9.9就能秒杀5斤车厘子，个头都超大，脆甜爽口，每天4场秒杀活动哦，春节前活动都在，想吃的小伙伴们直接点我的评论区链接去抢吧。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，皮薄水分足的这种容易风干，黑色齁甜的容易烂，唯独这款酸甜脆口的带雨之后幸存率最高，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出门以后发现啊，这个才是原主，他告诉别人不能在里面吃，原来这个老爷子是员工。你俩这波操作，我到底该听谁的呢？